我想要一个小孩，但我不想靠女人，于是我自己怀上了。亲爱的，我怀孕了。真的？你会爱我俩吗？会啊。亲爱的，我累了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谢谢啊。天气好好啊。陪他出来了啊，孩子非常好，回家也要注意休息。真好，特别羡慕你。回家我也要注意。小宝贝儿，嘿。哎呀，您几个月了？快生了，快生了，我也快生了。哟，哎，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这快生了，大夫。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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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护士，准备一个产房。哎呀，大夫，大夫，不行了，我也不行了。大夫，啊，两个产房，哎呀，准备两个产房。假如男生会怀孕，哇，兄弟都这么大了，别动。来了，哎，哥。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什么时候生啊？3个月。哇，可以啊，你们两个，我回去也让我那个努力一下。嗯，靠，老婆，老婆，你看，我怀孕了，我要当妈妈了。对啊，你会对我俩负责的吧？老公，你现在吃两个人，多吃点啊。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啊？只要是我的我都喜欢。傻瓜，当然是你的啦。假如男生会怀孕。亲爱的，我有点恶心。哎呀，喝点热水，喝点热水就好了。亲爱的，我还有点胀气。喝热水，多喝热水。但亲爱的，我这肚子是不是胀太大了？哇哦，少吃点，亲爱的，少吃点，跟你说了这么大肚子，真是。不是，我好像8个月没来大姨妈了。真的吗，宝贝？你放心啊，你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，别担心啊。亲爱的，您真好。喂，王医生吗？我问一下啊，咱们这怀孕8个月还能做无痛人流吗？女人都是大猪蹄子。假如怀孕的是男人。怎么样？老婆，我难受。哎，没事，亲爱的，谁家老公怀孕都这样。没事，教我矫情。哎呦，老婆，你别光拖那儿，你把这儿也拖一拖。啊，行。碗洗了没有啊？还没呢。等我洗吗？哎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洗。厕所也一会儿也刷了啊。啊，行，就去。哎呀。喂，老婆。怎么，老公？今天早点下班陪我去做产检吧。哦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老公，我今天有一特重要客户，你要不让你朋友陪你去吧？哼，我看你就是不爱我了，我离家出走。哎，别啊，我这回你等着我。哎呀，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没事吧？我快不行了。这打电话叫救护车。都怪你，都怪你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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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哟，你这几个月了？我这下个星期就孕了。你这一看就是女儿。你这一看就是儿子。是啊是啊。哎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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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哦，慢点慢点慢点，起我了，听见了，起我了起我了。好害怕呀，做男人好辛苦，夏天你来听啊。别别别，医生呀，要不然下一位。哎，医生，我们要顺产，我们要顺产。从哪顺？哎，医生，待会儿如果出现紧急情况，一定要保我，保大人啊，别听外面的啊。好好放心啊，给你拿。我已经怀了3胎，不知道是男孩女孩。如果再是一个男孩，我把肾卖。